等到那个时候啊，我担心的是这段记忆就得永远留在你脑袋里，值吗？那让凶手逍遥法外值吗？让我跟我太太永远活在恐惧中值吗？不能为了抓到一个怪物而去制造另外一个怪物。从岁月走过，把真相遗漏，你我的寂寞该从哪里人走，绝望的沉默，激动的诉说，都不是挽救，而是手足无措。幸福从最高点坠落，抹在回忆两盏烛火，恍如隔世的人是你是我。那得做感想，那不做感动，怎不怕隔世遇见只再相拥。那得做舍过，那不做旧梦，为你去翻过魔渡，才会懂得荒漠的感动。只在意相拥。